同学们都学过酸碱指示剂，它可以用来测量未知溶液的酸碱度，包括蓝色、红色石蕊试纸、广用试纸等等。也有溶液形态的指示剂，例如石蕊试剂、广用试剂。不管是试纸或是溶液形态的指示剂，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功能。那酸碱指示剂是如何被发现的呢？古时候的人们知道利用植物的浆汁来将衣料染色，甚至知道在这些浆汁中加入不同的物质，除了增加显色程度外，还可以让浆汁变成不同的颜色。这些颜色也让当时的生活变得更多彩多姿。但为什么会有颜色的改变？当时人们仍一知半解。直至西元1660年，英国物理化学家罗伯特·波伊尔的好奇心，让这些会变色的植物浆汁确定了它们的科学价值。这一天，波伊尔开始忙碌的一天，家里的管家在实验桌上摆放了从花园采来的紫罗兰。一个意外让盐酸喷溅到桌上的紫罗兰，波伊尔急忙清洗飞溅的液体，没想到经过冲洗后，花朵大部分面积居然变成红色。这个变化触动了波伊尔的好奇心。波伊尔接着用他所取得的紫罗兰萃取液去做测试，发现不同的酸性溶液都会让萃取液变成红色。他也扩大植物的来源，包括石蕊第一、矢车菊、石蒜雪花莲、胭脂花及玫瑰的花瓣等，利用酒精与水浸泡这些植物，发现制得的溶液，像是石蕊第一遇酸会变红色，遇碱会变蓝色。这种会因为酸碱性变色的溶液，后来称之为酸碱指示剂。我们也可以找到具有相同特性的植物，例如蝶豆花来制作酸碱试剂，并透过颜色变化进行生活中常见物质的酸碱度测试。这次使用的实验器材如画面所示。会使用的实验药品包含 1M 的盐酸溶液20毫升 ,1M 的氢氧化钠溶液20毫升以及干燥蝶豆花约20朵。首先取20朵干燥蝶豆花，加入100毫升80度 C 热水静置10分钟，观察颜色不再变化，冷却至室温后吸取澄清液备用。接着预备6根试管，依序以标签纸标记为1至6，使用安全吸球与吸梁管取1毫升的 1M 盐酸，加至标记为1的试管内，再加入9毫升的蒸馏水，此时该溶液 pH 值为1，再以安全吸球与干净的吸梁管由第一根试管吸取1毫升加到第二根试管中，并于第二根试管中加9毫升的蒸馏水，此时第二根试管的 pH 值为2，重复这个动作，直到第六根试管的 pH 值为6。然后取一根试管标记为7，此根试管请加入10毫升的蒸馏水。再来准备7根试管，分别标注为8至14，使用安全吸球与吸梁管取10毫升的 1M 氢氧化钠，加至标记为14的试管中，此试管溶液为 pH14。再继续使用安全吸球与吸梁管取1毫升的 pH14 的氢氧化钠，加至标记为13的试管内，再加入9毫升的蒸馏水，此时该溶液 pH 值为13，重复这个动作，直到第七根试管 pH 值为8为止。将每根试管依编号顺序排好，接着在每根试管中加入蝶豆花萃取液数滴，混合均匀后，记录不同 pH 值所呈现的颜色。我们也可以取生活中的常见物品来做检测，例如柠檬汁、白醋、雪碧、蒸馏水、糖水、小苏打粉、漂白水。
加入蝶豆花萃取液后，观察颜色的变化，并记录下来。现在你可以从记录的实验结果与指示剂在不同 pH 下所呈现的颜色，判断出这些物质的 pH 值了吗？我们在实验室中会接触到的指示剂，有些是以试纸的形态来做测试，有些则以溶液的形态来使用，像是石蕊、秀瑞香草兰、酚酮、酚酞、广用试剂。接下来，让我们透过一个小测验，看看同学们是否都了解酸碱指示剂的应用咯。可以发现，不同的酸碱指示剂在相同的 pH 值下会有不同的颜色。例如，某一酸性溶液，其 pH 值为4，若以石蕊试剂测之，会呈现红色；若以秀瑞香草兰检测，则是黄色；酚酮检测为黄色；以酚酞测之，溶液则维持透明；广用试剂检测，则是呈现淡淡的黄绿色。所以，对相同 pH 值的溶液，使用不同的酸碱指示剂，就会有不同的颜色效果。另外，应该有同学发现，指示剂的变色都是一个范围。例如，对石蕊试剂而言，酸性都是红色的，碱性几乎都是蓝色的。那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：如果未知溶液检测出来是红色，那该溶液的 pH 值是5。1.5 还是 3.2 呢？所以单单用指示剂作为溶液酸碱度的测量是不够精准的，因此科学研究上就使用可量测溶液 pH 值的 pH 剂进行精准测量。市面上就有贩售各式各样的 pH 剂。学到这里，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。酸碱指示剂在不同酸碱度溶液中会呈现不同的颜色，因此可以用来检测物质的酸碱性。但是酸碱指示剂变色的区域通常为一个范围，所以对于需要精确知道酸碱性的情况，例如环境检测时、工厂的放流水都有一定的规范，这时候就需要科学仪器 pH 剂来测量，避免变色的程度造成目视判断的误差。今天这门课提到酸碱指示剂都是由植物而来，同学们可以想一想，生活中有哪些物质也可以作为指示剂？你想到了吗？